可以可以吗？当当了当当当，嗯，对，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这里的表演很精彩，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哎，唱歌唱对了吧？对了，对了。太迷醉了，我们是用了一个音乐的技巧，叫什么 ？Layback。三哥明白了吗？他就在我旁边，以后我绝不跟你站在一起。我跟你讲，跑男组全员胆小鬼，跑男全员胆小鬼，真的，一个惨都没有。这在此时此刻的灵魂已经飘回了上海，我已经聋了，我就被你们一叫。好像全员在跳。第一组进行对决的是程程和凯哥。什么？你有考虑过程程和凯哥吗？凯哥上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又又又。哦。跟他玩体力类游戏太可怕了。等会儿，凯哥你太快了，凯哥你太快了。凯哥，别把这柱子抽了，别把这柱子抽了，怎么这里？说说过。又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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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h my god！ 又又又又。Oh my god！ 你别打！打起来，打起来！猛男对决。哟，这这这。凯哥，程程用肚子杀程哥了，这积分吗？这算不算积分？你把什么东西给拖下来了？换一根，换一根，换到上面去，上这边去，程程。对。又又又。好像一对睡双人床的兄弟。等会儿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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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脚夹住他，夹住，勾住他，拿脚给攥住了。凯哥，拽，生拽。凯哥，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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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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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顶住，顶住！好小心啊！坚持住！恭喜第一局胜出的是凯哥，恭喜！凯哥，哇，好累啊！太累了，刚刚好消耗完一天的体力，消耗一天的一天的。这个距离对于我来说比你们远，这中间隔了四个周身。
太残忍了，唯一能扣着的一个还没了。快点过来，为啥你不过来？快点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呀，你过来，你快点过来。为啥你不过来？过来，我过不去，我要能过来我就进宫了，我怕我一过去直接从这儿就出去了。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哈，好远，好远，走这么远啊！哎，起来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哎，起来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你要蹬一脚，你往上蹬，沙哥，往上蹬，你就不会掉下去。来吧，深深。哦，可以。哎妈呀！哎妈呀！往上蹬，赶紧蹬过去吧，使劲。想弄到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没那么容易，我下一个格，再下一个，啊！好，对，把那个也给他撤了。你遥控呢，是吧？推他脚，可以可以，挠脚心，挠脚心。这什么招数啊？这都先扎穿，脚脖子，脚脖子，哎。你不怕腰折了吗？啊！哎呀，不行，腰腰腰！啊！哎呀，不行，腰腰腰！哇！腰腰腰！从一个婀娜多姿的老人变成了一个痛苦面具。刚才那连续四次的漂移，可以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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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招生胜出。呀，他太灵活了，感觉他好像都在这生活，平时在这种地方生活一样。给你捏捏，好，没事。四斤，哎呦，哇，来吧，周深来吧，来吧，你来，来，深深，你来吧。好刺激。范丞丞 out， 动了，怎么上来就 out？ 呵，范丞丞 out， 动了，一点参与感都没有，怎么上来就 out？ 没动，是，完事了，我来，我来吧。有什么区别？你告诉我，有什么区别？这两把，有什么区别？这两把，哥们这么低你还不要哥？沙哥的意思就是我绝对不动。好，沙哥淘汰，继续啊。哎呀，哎呀，终于不用石化了是吧？还跟以为跟刚才一样了是吧？那你们四位就成为一组啊！吓人了，真吓人了，这里头。
呀，就是个剧场。哇，这这，哇，吓一跳！哎呀妈！他别分开了，我干啥呀？哇！所以现在程程是人吗？要不先撕了他。他是人吗？他肯定是人。走。看一下二对二。小心把周深给弄了，帮我。好。什么意思？没有没有，我们只是走，只是走过。看着我们虎视眈眈的，咋的？咋的？什么意思？你俩是人是鬼啊？这么多人，你觉得还能？你觉得还能有鬼吗？还能有鬼吗？都是人了，对吧？对啊，都是人了，怎么会还会有镜中人？那就你小心点。石虎子，赶紧快结束吧，深深上次的仇。是不是有点太激烈了？走走走，我们要撤。你高兴得太早了。啊！还给我！帮我！我就是为了深深，让深深变成人。看我的眼睛，呸！白鹿，我去保护白鹿。什么？你还帮着保护？你们俩谁能撕我呀？你们俩现在谁能撕我？不是你，你还想来？你还想来？你没完了！气死我了！怒火攻心了，我有点刚才。白鹿。白鹿，哎，对你的新朋友好一点。白鹿，好吧。白鹿，对你的新朋友好一点，好吧。周深，白鹿，等会儿你，走，小心小心。哎呦！又来一对二。又来一个，又来！你这儿闹的，我是人，我是人，我是人！好喜欢听这样的声音，充满了年轻的活力，有肢体的碰撞，激情四射。充满了体育的魅力，四年才就能在这样。周深，我们三个联合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三个结盟？最后你撕我俩呀、啊？我不信。反正再怎么撕，都是咱们三个一直在撕。真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我们一直先把它变成人。上面那是谁？他们是我可以变成人的机会。那谁呀、啊？那谁呀、啊？那不是 NPC。对，你不懂。什么？还有这种隐藏规则？你好，现在场上已经有六位成员转变成人。换人上来了，想见老天有眼啊！不过了，不过了，
算计了人一天，最后被别人给算计了。你被谁？不说了，看节目吧。